大家好，今天特备主场和开合拉器，陪你和家人一起练习，安心度过康复期。陪伴病人呢很重要，得空在他们的身边，和他一起练习。大家一起练习的话，气场会更加好。今天呢，会讲述一些主场和八基口诀。因为病人的状况不好呢，我就选择这两项让他们练，就比较轻松一点。我们先讲主场。什么是主场呢？主场是智能气功发明创建的，是中华气功史上的创举。智能气功将主场用于教功、治病、科研、讲效等方面，都取得显著的成果。主场呢的意思是分开来讲，主就是组织、组建，场就是气场，两个字加起来就是组织一个气场，所以我们通常练功前就会主场。主场的简单来讲，就是大家意念专一，意念一动，大家把这个意念聚在一起，这个气就多了，密度大了，浓度大了，有序性的就会提高。我们练习主场是播放庞老师的口令词，是他代工的，所以他的口令是基本上就是八句口诀。我讲一下八句口诀，分开四段来讲。第一，顶天立地，行松一冲。说讲到顶天立地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头顶要往上顶，顶到天空上去，然后两脚往下踩，踩到地底下去。行松一冲，行就是我们的身体要放松。怎样放松呢？就意念你前后左右向四面八方的往外想，想得越远越好，然后就意念充足。第二段，外静内静，心诚貌恭。外静内静呢，就是我们里里外外就要恭恭敬敬，要敬重它，去体会它，内心要安安静静的去体会它。心诚貌恭，心就是我们要心像水一样这样清澈透亮的，恭恭敬敬的去体会它。第三段，一念不起，神住太空。一念不起就是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什么也不用想。神住太空就精神注视在太空里面去。最后呢，神意照体，周身浓浓。神就是精神嘛，刚才我们精神已经注视在太空，现在我们要把意念从虚空里收回来，收到我们身体里面，从头顶往下照，一直照到全身，全身气充足了，气通畅了，那就是神意照体。然后气充足了，通畅了，内外的气都通了，就是周身浓浓，全身就暖浓浓，很舒服，气通了，气血通畅了。说这八句口诀呢，我建议大家每天练一遍，把它背熟它，练功的时候就比较容易，比较轻松。你可以睡觉之前练一遍，或者练功前练一遍，很快就会把它记熟。主场后呢，就会练习开合拉气。那个之后呢，练习之前我会再讲一讲开合拉气。现在我们准备开始练习
因为我是特别给病人嘛，所以通常体弱的就可以坐下来练，或者睡下睡着躺着都可以练，但是坐的时候就要端正，睡的时候就睡直，要意念着你是站着的样子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会上领，下课回收，两眼平视前方，先往前看，平视前方，一定要注意眼有平行光，往前面看的用意念看得很远，前面有墙的不要管它，意念一想放前面看得很远，意念想到了天地交合处，然后再两眼匀速轻轻的闭合，目光匀速回收，两眼慢慢闭合收回来，闭着眼睛，目光收回去了，但是还是平着，头部放松，两眉间放松，颈线部放松，胸背部放松，腰胯放松，腿放松，全身都要放松，安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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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顶，一顶顶到天空中去，顶到一望无际的虚空，而顶天往上顶，两脚往下踩，跌到地上去，粗了往下一踩，踩到地底下去了，天上的气和我们头结合起来了，地中的气和我们的脚结合起来了，我们人体就成了天气地气的交合了，我们人体把天气地气都集中起来了，行孙一冲，形体往外放，松着往外放，往前后左右向四面八方往外放，放松了往外放，我念用意念跟着往外放，前后左右放，放到你身体周围，就周围的气场，意念往外想，一想想得很远很远，这样顶天立地是上下，
心松一冲是四方，让上下前后左右都放松了，都充实起来了，意念就和六合的虚空结合到一起了。里面是气，往外一放，外面也是气，里外的气结合到一起了，真的是空空荡荡，恍恍惚惚。身体内外都是空空荡荡、恍恍惚惚的这样的气，这种恍惚的状态，这么人的生命活动非常的有力。我们人体里面每一个细胞，它都在进行着有无相生的过程。细胞化成气，气又转化成新的细胞，这样身体里面总有这个气化，想到身体里面这个气化都是气，把这种恍恍惚惚的气和外面的气结合起来，人体就化了。这种状态非常的珍贵，你要尊重它，要重视它，这是智能器物科学所研究的、所主张的、所要通过练功达到的内部这么一种特殊的状态。恭恭敬敬、安安静静地体会它，这是内静外静，要恭敬它，要敬重它，安安静静地体会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，注意体会这种境界，那种状态，体会的越深入，越细致，精神就越集中。你这空空荡荡，很宁静，好像一盆水似的，都是透亮的。认真去体会这边恍恍惚惚、空空荡荡，但是它很晶莹，这就是心诚貌空，心好像澄澈透明的清水那样，注意体会，那么更加恭敬安静了。里面是气，外面是气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。里面是气，外面也是气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。认真体会，只体会到这种恍恍惚惚的感觉，什么念头也没有了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。认真体会这种感受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。认真体会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。只有这种感受，一个念头，任何念头都没有了，任何念头也没有了，一念不起了，就是体察一种感受了，很舒服，很宁静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。它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恍恍惚惚的一团气，这个气它充斥到身体内外，内外气连成一体了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。
上下前后左右都是虚空，这就是我把人体我们的精神丢到太空里面去了，周围没有了苦恼啊，里边没有了苦恼啊，里里外外都空空荡荡的了，恍恍惚惚，恍恍惚惚，内外一体了，内外一体了。这样我们的信息可以自然而然的到你家里边，到我们全国正能量工友的气场里边，到全国各地，到全球工友的气场里边，到全球各地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，只是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的，其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，这是周围一望无际，看不到边际，一望无边，空空荡荡，恍恍惚惚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，恍恍惚惚。可以撕下轻轻的慌慌你的身体，内外一体了，内外一体了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，尽量去体会体察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，内外的气非常的充实，非常的合唱，我们人浸透在这个气当中了，我们的意念在里边很灵敏地感觉到它在主宰着它，这个气和意念结合到一起了，更加清灵了，恍恍惚惚，空空荡荡，好，注意我们头顶，把一两个回收往里聚，一点收，离开这个虚空，想到自己头顶，把一点从虚空当中收到自己头顶上来，收到头顶百会或天门上来，注意百会和天门穴，想到人体，注意我们人体身体又感觉到它了，感觉到一个整整的形体，从头顶往下照，好像把自然界的气都带到身体里面来，带到头脑里边，使元体灵敏，会元气来影响我们的元体，使元体灵敏，功能强化，头脑里边空空荡荡，元体灵敏，空空荡荡，元体灵敏，再往下照，照到胸腔，照到胸腔里面去，胸腔里面有心脏，有肺脏，
天空的气通过天门到头脑往下照，照到胸里边，把气引到胸里边，胸里边气充足了，就那种明晃晃的，里边气很充足。胸腔里面的心脏和肺脏气都很充足，再继续往下照，照到腹腔里面去，把腹腔的脏器气都充足起来，肝脏、脾脏、胰脏、肾脏、小肠、大肠、泌尿生殖系统，把腹腔里面的各个脏器都气充起来，气充足起来。然后往四肢上照，照上肢，从肩到肘到手，气也咽进去了，再往下照，照到胯骨、骨盆、胯关节、膝关节、脚，整个脚四肢也都照到了，这就是神意照体了，把你们的骨头、肌肉、神经、血管，各个组织都照了一遍，把气引到里面去了，气充足了，全身气血都充足了，气血也流通了，气充足，气流通，周身暖融融的，周身融融，周身融融，气血流通了，气血通了，内外的气通了，身体里面各部组织器官的气通了，生命活动更加强化优化，气充足了，全身气血都充足了，气血也流通了，气充足，气流通，周身暖融融的，周身融融，周身融融，周身。两手负于肚脐，安静，两眼慢慢睁开。好，我们会练开合拉气，基本上呢只是两手的动作，一开一合，大家一起跟着练就可以了，是一个很简单医学的小功法，单单这个小功法呢就足以抵御癌症、抵御疾病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头部放松。
两手放到胸前、腹前都行啊，掌心相对。我们得拉气啊，慢慢的外开，要拉气外开，拉开那么两三寸就可以了。内合，外开，内合，外开，内合。动作要慢。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不需要太大的动作。两手两臂要放松，轻轻的开，轻轻的合。注意手中的气。不要碰到手指尖，开两三圈，合的时候留一圈半寸就可以了。这也是一样，这样子的。至少做15分钟。两手保持在胸口前，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，
觉好像抱着一个大气球这样。放松，什么也不用想，专注在手中间的气。面包感觉到气了，就可以灌气到你的身体里边，到你需要的地方。
气足了，气血通畅了，松慢短挡向上横气，慢慢慢慢横到头顶上方，两手掌心对向头顶，向头顶灌气，两手一边灌一边往下落，往头顶灌，一边灌想跟着气到身体里边，手往下落，落下来，一直下落，一直灌到你需要的地方，灌到你需要的地方，把气灌进去，安安静静往里边灌气，眼睛功能正常，功能正常，安安静静往里边灌气，气血通畅，使气通足，气血流通，气血流通就百病不生，疾病都要消散，内脏和各部组织器官的功能要恢复正常，手要在有力的地方慢慢慢慢地转一转，一转把那气揉到身体里边，等到透进去，意念又想到里边，气在里边通畅，你一点要想让那个气在身体里面动，在你有病的部位用一点在那个地方转转，那气就渗透到组织里面去了，是你的病就消散了，你内心要认认真真的想，想到你是一个健康的人，想到那个病已经消失了，想到内脏的功能它已经正常了，两手放到胸前腹前都行啊，掌心相对，我们练习第二篇。迈开。基本上呢，有疾病的病人呢，一天至少要练三个小时，是比较好。反正在家里没事就多练，练到气足了。病就会好起来了，就这样轻轻松松的练，平时看电视呢也可以练，两手一得空就练，练到成一个生活的习惯，你就会自自然然的一想到就会控制力量，
练习成为一种快乐的事，不要有负担。轻轻松松的练。多多练，练到康复了，也要继续练下去，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，维持身体健康，越练越好。练功就是练我们的耐性，越有耐性呢，就越健康。只要练出健康来，所以练功一点都不会累，一点都不负担。练到身体越来越好了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每天去练习。快快乐乐的去练习。
需要的地方。收到自己需要的地方。一定最好把从头处把气放进去，安安静静专心致志地往里面灌，气进去，气充足了，气通了，病就好起来了。大家主动用意识把气收归己有，头部气充足，消散，使身体健康，头部疾病消散，头部气血要充足，头部的气血要通畅，头部的疾病要消散，把气放到头里面，胸部包括心肺气血要充足，疾病要消散，腹部腹腔包括内脏气血要充足要通畅，功能正常，病要消散，四肢的气血要充足要通畅，四肢的病要消除，四肢的功能要恢复正常。全身各部气血都要充足通畅，往两脚灌溉的气，全身的气血要通畅，尤其是行动不方便的，病要消散，把气灌到脚里面，骨髓里面，病要消散，身体各部分的功能要恢复正常，膝盖摸一摸膝盖，把两手放下，把气灌进关节里面，两手负于肚脐，安静养气，静静，把气收到肚子里面，丹田气充足，丹田气充足，好，两手自然下垂，两眼慢慢睁开，脚步呢转转脚，桌子也可以转，睡姿也可以转，左右十次，顺时针十次，逆时针十次，就一直转，然后可以换脚，或者两个脚一起转也可以，就把脚的气血流通了，病就会好起来了。好，今天就练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多多练习，练得越多就会越来越好，祝大家身心健康，谢谢大家。